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红威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要继续来玩 1.0 敛财生存。来，观众，我们上一集呢，不就是在这个地方有没有改了一个超巨大的大便？我自己是觉得挺壮观的啦。虽然说阿洛好像没有很喜欢，就是的，但无所谓，好吧，无所谓。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，我还在阿洛家的这个地板啊，放了岩浆块啊。然后我本来想说阿洛会自己把它复原，你知道吗？结果他没把它复原。那 OK 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做人不要太垃圾。这地板我们还是帮他复原一下。OK， 想这样子，我们已经完整的给他复原回去了。垃圾丢掉。那接着哇，我们就是一样啊，继续来看一下观众们有哪些任务要交给我们来做吧。来，这一位观众说呢，养五只雪地枯工，让他们穿铁装拿剑，其中一只拿三叉戟，并且命名为夜王。等一下。我记得骷髅没办法拿三叉戟哦，他只能拿剑和弓箭而已啊。不过我们还是可以试试看，好不好？然后把自己的 skin 换成琼恩·雪诺，拿着一把名为 Long Cloud 的剑干掉夜王，完成真正的冰与火之歌。老实说，其实我没看过这一部所以我其实不理解他的一些场景还是什么的。不是啊，可是重点是我 skin 要怎么找啊？等一下。总之，先来找这种 skin 的网站好了，看一下哪一个比较适合。目前我自己看了，好像这个是比较像的哦。我们就载下来用一下。OK， 如何？帅吗？各位，我们把这个盔甲拿掉，看起来应该是挺帅的哦。那接着呢，我们就是要来想办法制造五只牛肚哦，而且这牛肚还必须。全部都能穿装备以及拿武器，感觉有点困难。总之，我们先来去合一下五套铁装。OK， 那目前我已经准备好了五套装备了。接着我们就来啦，废话不多说，好不好？直接来去引一下牛肚啊，不是牛肚啊，那个先找五只能够拿装备的弓箭手好了。那地点应该也不用我讲了。不过现在还有个问题耶。就是我觉得我这个枯工塔其实有点难挑选人才，所以我稍微改造一下好了。我就这样子一排挖过去，然后这样子任我挑选应该比较好。OK， 想这样子我已经都准备好了，其实只要我只要把这个挖掉，他们就会被挤过去哦。然后我们就一一丢装备给他们，好不好？一一丢装备给他们。他只要不拿装备，我就杀掉他，有没有？非常合理啊！哦，可是还是好烦哦，要啊、哦，一直想办法，你知道吗？我有时候都觉得，为什么我要干这种事情？而且我现在发现，我这样好像也没比较好引就他还是一次出来很多只，很烦。而且重点是，我不知道哪一只骷髅会穿装备，就是他穿上去之后。我不知道是哪一只穿的，想说我在这边弄个缩时好了，各位就知道我可能要弄多久。OK， 观众，目前呢已经在这边抓好全部的骷髅了啊，来下来，我还没给他武器。总之目前你怎么出来的？他这个怎么走出来的？哦，这里我忘了堵那个半砖，但无所谓，因为他在半砖会有一种认知错误吧，他在半砖中其实很难走。总之，我们现在就来测试看三叉戟能不能他会不会拿了，好不好？印象中是不会了，有没有？他三叉戟拿不了，所以我们可能只能变个思维了。我们离开一下。僵尸拿弓箭是怎样？我刚刚把弓箭丢在这里，被僵尸拿走了。那因为骷髅弓箭手不会拿三叉戟嘛，所以作为代替啦，我们就把。这把剑命名成三叉戟，好不好？这也是没办法的。
总之我们就把这个三叉戟给他、啊、给他拿，你就是我们的异野王好不好？然后接着呢，我们这样还不够啦，因为他们还不是流毒。那转化的方式呢也很简单哦，我们现在呢就来这边，然后装粉雪就对了，一二三四五。那接着就不用我多说了，我们放个粉雪啊，好像放在头这边了，其实我也不确定啊，反正放在头应该是比较稳的。OK， 像这样子啊，我们五只都准备好了啊，好不好？然后最后还有一件事情要做，就是我们要再做一把剑，来铁剑。然后接着就是我比较有疑问的地方哦，他是说要干掉夜王嘛，可是我其实不确定我们要不要把剩下的就是也一起杀掉，感觉上应该是要一起杀掉吧。可是如果我一起杀掉的话，我到底抓这些骷髅干嘛的？我觉得好没意义哦。不然四只我们留着啊，我们就只杀夜王，然后就用跟他单挑的方式了，好不好？毕竟这才是战斗的感觉嘛，我们至少要能打赢他，裸装打赢，因为要露出我们的 skin。所以好不好，我们就开始。来来来来来，单挑时刻，我们一刀都不能中，好不好？我们跟阿洛是不同的，我也不知道什么阿洛打一个拿剑的骷髅可以会被砍到，你知道吗？不会碰到不是很合理的事情吗？那这些装备我就不领了，好不好？然后剩下的四只，我现在正在想该怎么办，各位。你们觉得剩下四只怎么办比较好？我目前是没有想到啊，所以我们就先暂时把他们放在这里好了。反正目前他们有关起来，而且身上有装备，他们是不会消失的。反正我们就先把他们留在这里。接着我们就来看一下下一个任务又是什么吧。来，就是这个、哦，各位。他花了170说，把阿洛跟黑炭的房子除了箱子外都移到中介的随便一个中介城旁边，然后让阿洛去找。其实我看到这个的时候，我觉得一头雾水，而且他还留了三个一样的，你知道吗？不过目前有个疑问啊，就是把阿洛跟黑炭的房子是指一栋房子而已，对不对？阿洛跟黑炭的房子，还是阿洛的房子跟黑炭的房子？其实我不是很懂。不过 OK 了，好不好？反正他都留了三个留言嘛，虽然我应该是不会做三次啊，不过我们就直接好不好？把黑炭的这个房子全部拆了，然后再把阿洛的房子也拆了。外面的这个装饰就不拆了，我就拆最里面有阿洛盖的部分，全部拆掉。然后拆完之后，再去中介的一个中介城旁边盖两栋房子，这样阿洛会开心吗？哎，真的不是我想做，这个我也是没办法的，而且我其实也很不想做，但没办法。所以好不好？我们现在就来拆除吧。想不到我居然要在这边拆人房子，哎，我天哪！不过值得庆幸的是，他说箱子不用拆啊。那既然箱子不用拆的话，应该是还好，因为我就不用把东西搬来搬去的。哇，然后其实这个房子没有烽火塔也是没有很好拆，各位就看我在那边慢慢拆。那拆房子的过程我就不特别做说辞啊，因为我其实一直都不确定各位观众到底喜不喜欢我放说辞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把建筑过程记录起来，或拆除建筑记录起来。我其实不确定啊，因为我自己的话是还好，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喜好什么的。而且那一位观众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呢、欸？就是其实阿洛家和黑人家其实长得就是一模一样的房子啊，虽然好像有一些细部的修改啦，但严格说起来他们是一样的，所以我应该只要去中介城旁边盖两栋应该就行了吧。然后还要让阿洛去找，阿洛到底要怎么找啦？但我猜好不好，我相信阿洛的聪明才智，他也许还真的能找到。因为我自己构想就是啊，应该说我自己真的有去找过的中介城，有去过的啦，应该也就片头那一个，就是我之前学片头的那个剑斧棒农场，有没有？不是就在一个中介城附近吗？阿洛应该也知道那个地点啊，所以我猜他应该会去那边找吧，应该。OK， 观众，目前呢真的花了一点时间，把这边给全拆了，有没有？基本上去无存精啊，我只留的箱子哦，包括工作台什么的床，我全部都拆掉啊。那接着还没完啊，还有黑炭胶拆啊。这边有吃到烽火台效果，应该会拆的比较快，所以来吧，加速。
欸，虽然我觉得好像没差很多，就是 OK。那目前呢已经搬得差不多了，各位可以看到，搬得差不多了啊，基本上就只剩香毡这鱼缸啊。那我们接着就带着所有的建材，应该是不会漏啦，我应该都有吸到，我们就来去一趟中介吧。老实说，我真的觉得这个东西超没意义的，我不知道各位怎么想，我自己觉得很没意义啊。总之就是这边喽。那个我有两台这个介福和农场，我顺便来看一下现在有多少产量好了。虽然我根本就没有来过，就是干完之后我从来就没有来过。我们来看一下现在产量多少。哦，还行哎，其实又能做一组的介福和拿回家。OK， 那总之我们现在就是要把房子盖在这边哦。中介层好，好啦，随便啦。盖这个东西非常的快的，好不好？非常的快啊！首先我们就是站在一个地方，有没有？然后呢，注意哦，我们把十字主星，我们看一下要盖在哪里。盖在啊，盖在这里好了，好不好？盖在这里。对准好之后呢，我们就是 OK， 观众，我们花了一点时间，总算是把房子给完美的盖出来了。那我本来打算是盖在这个区域啦，啊，然后我开始盖的时候才想到，哎，其实我们介福棒农场有没有？如果我房子盖离这个太近的话，它会影响到生成啊，所以说我就离得还蛮远的哦，有没有？在这边把房子给原封不动的盖了出来，然后里面的话我比较偷懒啊，我其实摆设是乱摆的，而且我没铺地板。然后虽然说里面没有一样，但外观应该 90% 差不多吧。然后我还是要说一句，这真的有什么意义吗？我们设想一下。最后阿洛找到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还不是要把这个东西拆掉再搬回去？我们先好，我们看一下阿洛的反应啊。如果他的反应还蛮有趣的，那我觉得也 OK， 好不好？洛哥，你看一下你后面。我后面。对吧？你有什么想法吗？这个不是我想做，这个是观众要我做的啊。阿洛，你有发现什么东西不见吗？很难不发现吧？哎，我的房子呢？可是箱子我是都没有动的，好不好？箱子完全没变，就只有上面不见了。哎，其实这样看起来还不错看，对不对？屁啦！你盖这个丑死了，我还宁可是你把箱子拆掉。你知道我还拆了一个东西吗？什么？你还拆什么？啊，你的黑炭也被我拆了。哪里有黑炭？黑炭家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什么都拆掉？这是观众做的啊。你让他们露宿街头，很可怜哎。还是这还是我的，你的嘞？死掉了？你在讲什么？哦哦。你知道这些东西去哪里吗？去哪里了？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去哪里了？反正就是有一个观众要我把你的房子和黑炭房子拆掉，然后搬去一个中介城旁边，要让你找。我的天啊！我还要去找什么中介城，什么鬼啊？没有，他就在一个中介城旁边。啊，哪一个？你猜得出来吗？你说你盖介福棒那边、啊？我不知道，你要去找我看啊。哦，对对对。有嘞。我一直知道这个中介城啊。你真的没什么反应哦？我很难过。啊，可是那个人给了，这样。而且这根本就不是我的房子，为什么？这就是你的啊？那为什么是我的？因为里面摆设长这样啊。没有，那是我随便摆的。哦，这是从你家的摆设拿过来随便摆的，因为我早就忘记你摆怎样。太过分了吧？这个任务，你知道他花了多少钱？他花了540块，510块。那好吧，还行。你可以接受了。啊！但是你还是要把我的房子复原回去 ，OK 吗？没关系啊，那个叫王王把服务器回收一下就好了。太勒索了。因为我已经懒得再把它搬回去了，好烦哦。你可以不要拆这边啊，你再把它盖一件。哎，你好聪明哦，可以，那我再盖一栋回来就好了。好，两栋。浪费我的时间，垃圾任务。有500块、欸。好了，那总之我们今天这集就差不多到这，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都下次再见，拜拜。